月师今天讲座的时间是下个礼拜一的早上9点到11点，那地点就在这些美食。那我们下礼拜的那个讲座同时还会有个线上的餐饮师。那今年的讲者是Robert Wei德国教授，那他的题目是 Silence, Noise and Richard。那我们在读书会，假如大家报名的话，会应该有收到两篇文章，是跟这个 Silence 的这个主题两篇。他Wei德国教授2021年发表的两篇期刊论文这样子。那今天读书会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我会先请所长来，从汉人宗教研究的脉络来介绍魏德国教授。那接下来会是请丁仁杰老师来介绍魏德国教授，至少就是他关于 science and nature 的这样一个研究的主题，放在他自己的学术的著作研究当中来介绍。那丁老师也会导读其中的一篇文章，就是应该是 Respecting Science 这篇文章。然后接着我会休息15分钟，那休息完之后呢，我会请黄淑丽老师来介绍导读第二篇文章。第二篇文章就是这个 Three Days of Algebra， 三次的四大的那篇文章。然后呢，最后的时间我们会有作文的讨论的时间。那大概是两个小时这样。那我想今天内容应该是会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一起先鼓掌，欢迎所长。谢谢我们宗教研究群的召集人陈阳哈，他筹备了这次读书会。那依照往年，我们都是在每一届的李议员院士讲座之前一个礼拜左右，会请所领同仁负责该年度的讲座的研究群啊，会帮忙先导读一下这位讲座的一些研究背景，那然后接着呢，就正式的由那位讲座来讲这个李议员院士的这个纪念。那今年呢，我们研究群宗教研究群就是推出这个 Robert Wheeler 是第五届，下个礼拜一是第五届的李议员院士的讲座。那我们研究群啊，今年就出动了三位同仁啊，来做这个介绍。我算是一个开始啊。那我不多说了，这个 Robert Wheeler 他的华人宗教研究的背景，他有一些相关的，像那个环保运动啊，还有公民社会运动的这个研究。但是我今天比较偏向他的宗教研究，因为他下礼拜也研究。也是偏向宗教的。好，追溯那个 Robert Wheeler 他的学术背景啊，主要是他要解决两个学者在他前面的两位学者的问题。第一个就是 Morris Freeman 啊，我们也可以称他是汉人的类汉学研究，汉学的类学研究之父啊，他的 Phonological Anthropology。汉学的类学研究之父，他是一位波兰裔的这个犹太人，然后在英国，就是他父母那一代是跑到英国的，所以他在英国读这个 LSE， 就 Londo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那个学校，伦敦政经学院，在那边读博士的啊，这是他网络上还有我自己。去刚好有机会去 LSE 能够找照片，也就是这一张，跟唯一的一张，网络上也只能看到这一张。好，那 Morris Freeman 呢？他在1949到1950之间呢，到过新加坡做华人的研究，因为那时候大陆锁门哈，就是闭门不让国外学者进去调查，所以他是以新加坡来做。华人的研究在1949到1950年之间，那么就拿到1956年呢，他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他的指导老师呢是 Raymond Firth， 然后他的这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是 kinship, local grouping and migration。所以是海外华人在当地落脚，在海外落脚，他们的人群集结的原则啦、方式哦，是以亲属为主这样子。那这个博士论文呢，它在1957年就出版为《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就我们知道，他 Raymond Hirst 指导的博士论文也是 Raymond Hirst 是做那个非洲的哦，所以他也是遵照。传统的就跟着他的老师做这个亲属婚姻制度，然后呢，他就接着呢，我想他是一步一步的，从新加坡呢，他就往香港哦，越来越靠近这个中国本土嘛，哦，可是毕竟还没办法进去中国本土。他1958年就做了写了这本书《Living in the Language》。China 仍然不是做原调的，仍然是比较偏历史材料啦，在海外收集的资料，主要是香港为主，而且1958这本书，好，然后他当然也延续这个 Magnosky， 就是要做田野调查的这个人类学的比较近代啊，1920以后人类学的做法，但是田野毕竟。没办法进入内陆，然后他要解释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因为那时候人类学还是以非文明的国家，比如说非洲部落、大洋洲等等为主，所以他在当时的英国学界还是强调，甚至要解释、要说明为什么他需要人类学为什么可以做中国研究。那时候已经有费孝通来跟着这个 Magnosky 做中国，不过 Freeman 呢，他在文章里面他自己的文章提到说，费孝通还是有缺陷不足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历史的层面，而且直接如果以人类学的方式用村落来做，很难推论到整个大中国，因为中国的这个幅员太广大，历史太长久，那。人类学的方法是以小见大，以一个部落来推论，可是中国毕竟是太大了。那，可是当时哦，就是在1950的时代呢，没办法 ，Freeman 呢，他也认识到只能以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啊、香港啊、台湾的这些华人的文化研究来替代所谓的这个汉学。而且他还要区分汉学跟真正人类学去做中国还是有不一样，汉学比较偏向利用文字档案文献，那人类学的做法是当代的调查，可是一直困扰他的就是怎么样能够结合这两者历史层面文献层面跟当代他观察得到的，可是又是小部落小村落，怎么样推论到大的中国。好，那Freeman 的晚年呢，他就渐渐的，因为从这个亲属同制度婚姻制度，他慢慢的也体察到，后来他在香港做也有碰触到那个风水，所以他慢慢体察到这个宗教恐怕是跑不掉的。好，那当时在华人宗教的研究，这两位汉学家，一个是 Blue 一个是 Brown。这两位算是当时的泰斗，是做华人宗教最有成就的当年代的泰斗，所以他就转而去研读这两个人，甚至他自己 Freeman 自己还翻译了 Garnett 的法文书，他翻成英文哈，就是《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在1975年出版。那回到 Freeman 他自己的兴趣所在，他一直有一个问题，而且他留给后面人类学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跟非洲的祖先崇拜来做比较呢，中国的祖先崇拜是系谱重要呢，还是祖产重要？在非洲的话，祖产是很重要，几乎占了这个很决定性的角色，怎么样决定一个祖先往下面传承？子孙怎么选择？子孙是用祖产来
做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可是，在华人的亲属，我们有时候看到这是后面那个阿恒啊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没有主产，华人一样可以建立一个系一个世系一个 lineage。所以对华人来说，那个文字上的系统不也很主产的重要性？好，那他对 Freeman 对 Weller 的影响呢？我自己的爬书了，大概是第一就是不能跟非洲一模一样的用人类学这样对比起来做，在非洲用部落，在中国就用村落嘛，不是 Freeman 认为应该是用 lineage。做单位，不是村落，也不是部落。其次呢，人们认为在非洲做的这些宗教研究，甚至欧洲的对宗教的定义，在华人宗教来说不一定可以用，必须要找寻更恰当的一个宗教的定义。另外他主张的，因为毕竟是人类学，就是一个文化是一个 holistic，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宗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的不同的表现，但是 Freeman 还是主张所谓的中国宗教 A Chinese religion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这样子。所以他用阴阳或者风水来说，中国宗教是背后有一的他强调那个一，主张就是有一。然后他当然有称赞那个杨庆坤的做法，我们也知道杨庆坤他是以一个中国宗教来做的。好，那我们提到这个 Robert Weller， 他影响他第二个重要的人类学家就是 Arthur Wolf。Arthur Wolf 呢，他是在 Freeman 之后，来台湾做宗教，那 Freeman 当然没来过台湾，那阿德沃他最先来台湾，他也不是要做宗教，他是要做人口。我们知道他在三峡收集很多这种户口资料，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家庭的户口人口。可是他很吊诡的写了一篇影响后面很久的一篇这个华人宗教的文章，而且他编的这本书1974这一本《Religion and Ritual》。里面呢，第一篇文章他就邀请 Freeman 写文章。他编的这本1974这本书是一个研讨会的集结 ，Freeman 并没有参加这个研讨会，可是 Wolf 他等于要回应，他要 respond 这个 Freeman 的这个问题。因为 Freeman 说中国有一个宗教，主张一个宗教，可是 Wolf 不赞成，所以他第一篇书的第一篇文章，他是邀访方式，邀请这个 Freeman 写一篇文章。但是第三点就是他 Wolf 呢，他想要重新把台湾啊不同的地区，甚至分不同的阶层，来跟 Freeman 做对话，表示说。好像看起来华人宗教不是一个这样子啊，好，所以 Freeman 接受这个 Wolf 的邀请呢，在 Wolf 编的这个1974的书里面呢 ，Freeman 是第一篇文章，他的文章就是 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里面主要就是这几个要点啊，一个就是 Is there Chinese religion， 当然 Freeman 是主张不是一个，然后他提到怎么样 define。然后他说，在研究华人宗教的时候的 sacred 是不容易跟 secular， 就跟西方宗教是不太一样，不能 sacred 跟 secular 就二分。然后他提出 Freeman 提出说，如果从荀子的那个理对理的定义，可以让我们更多了解这个 ritual， 说不定这条路线是认识或者定义华人宗教的一个角度一个路线的，这是 Freeman。好，那我对 Weller 的影响呢，就是他这个他们有做宗教，但是呢因为我们人类学的那个田野啊，就是你到村落什么都看，所以
所以他也是相当有这个领悟性的，虽然他不是专做宗教，但是他也写了这么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哈。他提出来这个神鬼祖先是华人宗教的一个共通的架构，那这个架构里面有三个范畴，就是神鬼祖先。那神鬼祖先呢，它是典型，共是典型的结构动理论，它就是神鬼祖先这个超自然结构是对应于现实的社会里面的这个官僚哈，官方官僚，还有平民老百姓就是祖先。那鬼的话对应过来在超自然界就是那些游民，没有户口的到处流窜的那些户籍的人哈，神鬼祖先这样。那沃夫当然他提出说，这个 Freeman 比较是从沃旦的立场哦，主张一个社会反应的一个宗教。那沃夫呢，比较用这个 Max Weber 来跟沃旦或者说 Freeman 的架构做对话。他认为说，宗教内部还是有这个阶层的差异啊，比如说官民游民，那就不同。同样的，一个神奇，你从官、从民、从游民的那个对待的态度啊，对那个神奇的解释啊等等哈，举办的仪式啊，就是会有差异。那沃的研究呢，我自己来说哈，我觉得啊，他开启了鬼的研究，因为之前不管是汉学家，甚至是 Freeman 都是强调神奇，所以神奇是反映。这个华人的世界观啊、官僚啊，大家讲的都是神奇，没有人很仔细的来焦点放在这个鬼啊。那沃夫是他的这篇文章啊，《神鬼祖先》有很大部分是在讲鬼。他讲鬼这个字是从这个《说文解字》《睡文解字》来的哈，是鬼归啊，人死后所归的地方。然后他又在三峡访问了很多那个鬼的故事。就当地三峡的当地人，他用闽南语说，他们都碰到什么鬼啦，看到什么鬼啦，谁家的鬼啦，哈。所以他这篇文章里面，神鬼祖先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一句话，就是你家的祖先是我家的，客观来说，哈，在你家是祖先崇拜，但是隔壁邻居看到，如果有半夜一个模糊的黑影飘过去。是去你家吃你的拜祖祖先的食物没错，但是对我来说他是鬼啊，他是很会很爱的啊，所以这个是沃夫他一个观察，或者说他在三峡里的收集资料哈，所以以鬼的差异性他来反省神的独立性，因为到了神的阶段，我们知道神鬼会慢慢被崇拜啊，灵力展现啊。显明威啊，他变成一个小神，在之后变成一个国家之光的大神，国家会收编他。到神的阶段呢，他比较就是各个地区在中国的空间范围内，他是一个比较一致性、标准化、统一性的。可是还没成神之前，多这个鬼，其实在地区来说是差异性很大的。那沃夫这一点呢，就开启了威了。还有甚至后来西方了，现在在 LSE 这里的女学者他们对鬼的研究，甚至是 Watson 提出那个标准化的理论，还有甚至是法国的这个 Vincent Bussard 高半商，他讨论的这个国家对于册封的作用，就是一旦一个 spirit 被册封以后，他就起了标准化，这个在。国土范围内哈，起了一个标准化作用，就有助于这个神的这种统一性。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华人宗教的一致性，就是我们还可以细的分区分。好，那前面这两个人已经影响了威勒，不过他们不是威勒的直接的老师哈。威勒的直接老师是编这本书的《普高德台史台湾历史史三》。的编者，这本书呢，1976年的一个 conference， 那里面有六个主题。那这本书主要的
内容在讨论台湾的社会变迁跟大陆不一样的话，是导因于文化，就中文化、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的原因呢，还是说外部变迁，像1949年以后来到台湾，这个世界经济啊、市场经济啊、民主化啊，让台湾有这个不一样的表现啊？书里面在问这个问题，甚至在问如何贡献非非常优秀的学者啊。那书的这个编者呢，第一位就是 Emily Martin Mahan， 另外一位是 Bill Gates， 因为跟今天没有关系，我就不讲。那这个阿恒就是 Rob Weller 的指导老师，博士论文指导老师。Weller 在耶鲁读大学的时候就来修过阿恒的课，然后后来 Weller 到 Johns Hopkins 读博士。那这位阿恒呢，他是在 Johns Hopkins 当教授。那阿恒的研究呢，是以三峡，还有台北县的这个三峡做研究点。他的博士论文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如我们刚提到的，在华人的这个亲属制度里面 ，lineage 决定性的关键究竟是系统还是主产？阿恒提出来的说是主产，所以当然被很多台湾学者所不赞成的啊。另外他还有一个研究蛮有意思，就是杀猪工起源。他首先提出说，这个猪工是台湾宗教的一个跟大陆不太一样的，那是一个台湾认同的表现。这个是他最先用宗教来讲台湾认同，就是因为他有一本书《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1981年。我不细讲，等一下如果需要再讲。好，所以他这些研究都影响很多了，这个都是可以作为Robert Weller后来的研究的表现。Bill Gates 跟这个这两本书的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Wolf 的书呢还有一些汉学的背景在。那 Bill Gates 呢已经把焦点就放在台湾，全本书呢都是以台湾的当下，就那个时代当下的社会文化做提问题的来源啊，那也是那个田野调查资料的支撑的。那这个呢也都影响到威勒啊，威勒他就渐渐比较脱离这个汉学的那些影响，然后比较是以台湾当下这个社会发展作为他主要的论述的感觉。好，那这个就是威勒，他是Philadelphia 的人，然后在耶鲁的时候就学了这个阿恒的课程，后来他到Johns Hopkins 这个博士学位。那1976到1979年呢，来三峡就是继续做他老师的三峡地区。其实那时候三峡很多位人类学家在那边做调查啊，然后他受到前面两本书很大的影响，所以从 Freeman 到 Wolf 到阿恒，他是一脉相承。而且在三峡田野，他们有聚集了一群的这个人类学家，然后他就感受到或者摸索到这个神跟鬼的研究呢，会导出不同的结论的啊，对于宗教。好，那他的博士论文出版的话，就是这个《Unity and Diversity in Chinese Religion》。他认为中国宗教或许是一啊，因为我们看阴阳啊，看这个风水啊，的确是有一个好像一个一致性的背后的逻辑。可是问题是展现出来的行为啊却不一样，所以他提出来这个宗教本身是一个没错 ，unity of religion， 但是研究的角度你切入的是从庶民老百姓，还是从士大夫，还是从那个文字，
从经典那都会有不一样，含义不同。另外呢，信徒的诠释，因为他自己也访问了哈，这个鬼，尤其是糊涂的鬼，有不同信徒有很多的解释，甚至同一个信徒，他的那个对鬼的解释都很模糊。所以观察说奇怪，跟其他宗教，其实所谓的其他宗教是西方宗教，有很清楚的对神啊、鬼啊这些嘛超自然界的信仰的定义很清楚，但是好像在华人不是这样子。那三峡是他第一个田野，他也注重到这个历史背景，就是从清代以来，很多的这个罗汉咖、这个罗汉脚来到台湾，在北部开发。这个茶叶跟樟脑的输出，然后那时候罗汉咖多，所以时候没有亲族家族祭拜的话，那就变成游牧嘛啊。所以在清代尤其末年呢，有很多的这个部分游牧啊，不就遗失不复兴，甚至到云南就是在台湾北部地区。另外呢，同一个仪式，同样做普渡，但是你如果问信徒。问道士、问法师，解释不一样，甚至信徒里面每个信徒解释也不一样，甚至有沉默的。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注意到沉默，这跟他下礼拜要讲的沉默，我发现他很难理解。好，那既然解释有很多个的话，那就涉及到哪一个解释比较正确，哪一个解释具有决定性，所以他也注意到，那这背后牵涉到权力。以前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解释，那我们可能是来自官方的权利，我们没有注意庶民的，注意一般口访的答案。那这他我按照年代，就是他1994年的这本书嘛，就是他在还没有把博士论文，我们看到他博士论文是他不是论文还没出版之前，他先去南京大学访学，然后那时候1989年天安门事变爆发嘛，所以这个威尔呢，他就在思考这些所谓的反抗、抗拒不同的表现，因为他从霍夫那边得到了一些启发，就是宗教并不是那么平和的、静止的。协调的话，它可以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啊、抗拒啊，所以他把这个天安门事变跟以前清代的这个太平天国的宗教反叛，还有他在石门地区那个台湾的十八王宫的那个鬼信仰，他这本书用这三个个案啊做讨论，指出来说这三个。现象就是天安门、太平天国跟十八王宫有一个隐藏的相关性，就是不同形式的抗拒。那他指出说，这个鬼的信仰其实是在抗拒国家的方式。然后他把这个所谓的 cultural resistance 跟 political resistance 做一个区分，他认为文化的抗拒啊比较不容易见效，比如说文化里面。我们不认为那个是神，或者女性不认为那个是神啊，女神不被崇拜，这样的抗拒呢，很慢、很缓慢、很长，表现不出什么力量。但是如果像太平天国，直接的，他从文化反抗，提出一个那个基督教天主的观念，那发展到政治反抗，很快可以看到它的成效。当然，在太平天国是没什么。然后另外他区分这个 non-bureaucratic behavior 就会有这个 non-bureaucratic spirit 出来，就是非阶层性的，因为霍夫是以阶层性的一个对照官平民跟游牧，然后威尔提出来说，如果他的行为是 non-bureaucratic 的话，那就那个地区啊容易会有这种 non-bureaucratic 的神鬼出来。那1996年，他就跟这位小哈，就河边的这本书啊，穆利达，等于是在反省，是不是
有一个中国的宗教，或者是说有，可是它的表现是非常奇异的，例如说像女性女神或者鬼或者动物神等等，它得挑战这个君门的架构，比如说汉人宗教跟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汉人的神明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体系，或者恰巧是相反。那第二组问题是汉人宗教在空间、时间、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是怎么样流传的，怎么样传承下去啊？那尤其是里面信仰没有经典的话，又没有传神职人员啊，传教人员怎么能够保持它的一致性呢？或者是说变动是在所难免。那他自己在这本书《Unruly God》这本书，他自己写的是这篇文章。他问了有一个跟沃夫不太一样，沃夫不太读历史书，这为了他会读，他用的那个广西桂平县志1925年，里面有讨论很多少数民族，就是广西桂平这里是壮族、瑶族共居的地方，然后桂平县志里面呢有记载，当地有一个甘露王，就是一个当地的神啊。非常的，就是很凶悍的。然后他为了得到这个干王，听到一个风水师说，如果有仙人葬在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发达。所以他不惜杀了母亲来厚葬。所以就是这个题目哈，就是在这里。他不惜杀了母亲厚葬在这个风水，结果他后来真的成了高官。那时候还只是在当地被害，叫甘露王。所以为了用这个贵族限制，另外还有台湾18万公，他来说明在社会政治经济体系比较弱的地方，或者是边疆地区呢，地方的神奇他势力会庞大，或者是说鬼的力量会大于神，所以。已经隐含了，就是所谓的神其实是要在中央的政治控制之下的地方，才会有那么刻成明显的明白 的神。所以 weak state and strong spirit 就是在边区边疆地区，甚至到了台湾。所以他说20世纪的台湾虽然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经济变迁加上民主化，都动摇了这个中央政府的对于宗教的控制。那就像19世纪的广西边疆，所以台湾的18王公啊，甚至是李勇，还有6天丁，还有甚至当时抢银行的那个李思科，都被膜拜。甚至死后没有指示的姑娘，石碇的那些姑娘庙啊，甚至基隆的中原古都啊，应该是这样。所以他说，体制外的行为恰好跟体制外的神明崇拜，就是大鬼从小鬼变大鬼这样的崇拜是不谋而合。另外，威勒的一篇文章是在这个 Rubinstein 所编的这本台湾 New History 1999年这篇文章，威勒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民间信仰的认同与变迁，他。再次的重申，就是在台湾的民间信仰的变迁有益于在大陆的情况所以跟让台湾的宗教有益于这个礼乐的发展，因为台湾的政府是在民间信仰这一块呢是比较不管控的所以民间信仰就非常的蓬勃，甚至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生命出来。那这是他编的书，所以我没有进去读啊，我只是读这个书摘啊什么的。就是他，我真的就是死定了。就是做台湾的这个台湾的大陆的这个民主，然后他推论，西方的民主表现方式，可能会在台湾的大陆的表现方式。甚至他说 ，democracy can grow out of Chinese cultural roots and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
在中国式的权威体制下，可能会有不同方式的民主会，或者是这个表现。大致上，他是说美国的公民社会是以法国的这个托克维尔国家政权跟社会分开，所以越多社会组织越能够影响政府，也越能够增强社会公民的力量。那当然也就造成政府跟社会之间的敌对化。可是这种他说不见得能够在中国看到，或者是用美中，他认为两岸的政治发展哦，也有民主，也有权威，跟西方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当然，这个 civil society 让两岸的政府都看到有好处，可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更多的好处，好像市场经济的印证，做社会福利等等。啊，这是他2006年的一本，是做环保哦。因为我自己是1998年去哈耶瑟，那时候他正好在做环保，所以我知道他在做环保，因此我看到他有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他列进来，不过我没有细读环保，所以他也注意环保，而且是两岸，他是做两岸的环保。啊，另外他跟他的同事啊，这位犹太人哈，神的一面。合著了两本书，后来还有编一本书。这位犹太人呢，他们两个就是学术交流之后，发现犹太教跟中国的这个教，就是儒家的这个礼记哈，都非常注意这个做实做实做 doing 哈，而不是像西洋的基督新教啊，它是比较强调这个理解诠释。所以他们两位都认为说，犹太教跟中国应该是更看重仪式，而不是那个经典或者是说信仰哦，更看重说信徒怎么样做仪式。那诠释的歧义，如果在经典上面有不同流派、不同的诠释呢，能够透过共同的做、共同来进行仪式的话，说不定是可以找到一个 shared experience， 而不是就是像经典哈，就是有很多的分歧，越来越分歧这样子。然后也是在做仪式当中呢，神圣跟世俗可以共处。那这个细节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说。好，那这几年呢，他做那个苏州的拆迁户，好，那苏州拆迁户就会跟下一代人讲。拆迁户很快，我们在中国调查的人大概都可以看到，整个区域就被抹平了以后，就被土地抹平了以后，把老百姓就上楼，不止老百姓上楼，神明也上楼啊！因为我自己也在福州看到，就是一个很大片地区的神明，他们就把它集中到一栋楼，一栋楼里面就是五层哈，所有当地那些小神啊。小庙全部就按照我们现在像住公寓那样，然后对信徒来说也有好处，他现在只要上一层楼，那就把以前所有的神都拜了。可是人类学家跟外地来的人就觉得，这算什么哈？就是我们很不习惯，就是你一照相啊，全部都有了，问题是就失去那个 context。那个神所在的社区啊，哈，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把不同的神给摆在一起。我自己在海南岛看到一模一样的，就是不止人民被拆迁上了，神明也被拆迁上了。那这个威尔要做的是说，那这些被重置以后的拆迁户怎么样重新建立他们的社会关系，重新跟他们的神祇连结哦，因为神祇也上来了。你以前有这个什么祭祀圈啊，钉口钱啊等等，那现在全部到一个地方，那些神明在楼上，你怎么样在实践以前的村落的宗教信仰，或者是就不能实践哦？那2017年他有20篇文章，一系列的就是写沉默，沉默是文化脉络之外被忽略。沉默的多重文化意义的东西，
那这最后几章了，我就给大家看那个威尔的时间点，因为如果来战后来台湾做调查，然后这下面是台湾本地的，这上面是欧美过来的，威尔他大概在这个时间点，所以他前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前辈。那威尔自己90到2000年以后，他是，然后他影响出来的学生有这几位，这几位是目前有在教职的，有在教书的。那威尔的几本重要著作，然后另外你看他跟刚刚的史蒂芬还有编的这几本书，大概就是这样，谢谢。非常谢谢所长的介绍，那接下来。